感，离生活非常的敏感。奶奶用力吞，你都没有吞口水了。来咕噜一下，哎呦，很好，有不错哦。你要帮你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力量不够哈。力量不够，我们要怎么样帮他做？嘿，你们回家可能还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的力量不够的话，其实是要练一些，比如说声音的练习啊，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其他动作的练习。可是他现在也没有，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依指令做这些动作，所以就还没有办法回家试。就是可能就是顶多就是刺激一下他这个下面这边，对。没有被动式的什么东西，被动式的你手先扶就是被动式的。我手是被动式的，可是就是不太建议回家，不太建议家属回家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其实那个喉部的那个神经啊血管其实还蛮纤细的，就是怕会受伤，比如说施力不当啊之类的。对，他有一些肌转的限制在。而且我们只是稍微提醒他，就是喉部可以上抬，其实也没有办法帮他施力，只是提醒他可以做出这个动作而已。奶奶吞好不好？不过你们可以帮他，就是让他把这个嘴唇闭紧，因为有一些人是嘴唇闭紧，他就知道哎，好像要吞了。哎，很好，有奶奶有动作，不错哦。我吞通常会按这个地方。不是这边，按那边，这边它比较不会痛，按那边它就会觉得痛。它有感觉，但是它按一下就有感觉，有点激动，比较激烈。再多一按一点，它嘴巴就会打开了。哦，这个位置。对，你看，按了它嘴巴就会打开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边的反应不一样。可能有一边的神经比较弱了。所以是表示这边按了，他嘴巴会打开，会有痛的感觉。那边不会。奶奶再来了啊！哎呀，很好啊，再大一点了，你太小了啦。他本来是很怕冰的人啊。不会啊，我妈很喜欢吃冰很喜欢吃冰的。我吃冰棒，你说那么后面干嘛？我们吃冰棒你们舌头往前一点好不好？他很喜欢吃冰淇淋。你很爱吃冰淇淋？没办法，握到后面去。奶奶，我们吞了哈，来，咕噜，咕噜下来，这边动一动，那边动一动，咕噜。奶奶没有动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没有按到你的穴，是不是？没有感觉，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好不好？再一只哦，那你嘴巴张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呦，很好。吞一下，咕噜，咕噜一下。那，帮我拿着，他可以拿吧？你叫他拿，叫我拿。你拿着，他。咕噜，嘿，很好。啊，来，那你自己吃，你自己吃冰的，吃冰的，我自己吃。所以我应该买一根冰棒，棒棒糖，让他自己拿着吸吸。其实可以，因为他会有一些自动化的动作。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有一些，比如说放在这边，然后嘴巴就会稍微动一下。所以拿一支棒棒糖给他是可以，可是就是棒棒糖就是圆的还是平的？棒棒糖有两种，一种是平的，只是就是不要是就太小的。
不要太咸，就最好就是吃到差不多剩一半的时候就把它盛出来，就不要再给它了。哦、因为棒棒糖它其实你含久了之后它会融化嘛、嗯、然后它的其实到某个阶段棒棒糖自己就会从棒子上面掉落、哦、对，那可是掉落它那块又太大块，其实它也就卡在那边，那超危险，就是、哦、所以就会建议就是棒棒糖是比较开心的、啊、然后我们的话会比较倾向于用像是那种一根棒子啊，然后像是这种、嗯这种的，可是它不是棉花棒，它是这种的，然后它是塑胶，就是不会断掉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棉花的那一种，有那个海绵的那一种，有海绵，对，你的意思是不能吃的东西，就是很像咀嚼棒那一种，对，不能吃，那不是不能吃的，就只是让它练咀嚼的力量，可是那就吃起来就不开心，然后有些人也不太喜欢那种东西进到嘴巴，所以棒棒糖虽然不错，吃棒棒糖是还不错，可是就是建议就是要注意看到吃完没，要注意吃到什么样的状态，然后吃到可能差不多像这么小的时候就要拿起来拿出来了，嗯，就不能放太久，因为棒棒糖很容易就掉下来，棒棒糖品质不一。嗯，奶奶，你的舌头都不见了，你这样不舒服是不是？哼，我们最后一根了，把它解决好不好？附近是你感冒吗？我听到你鼻子好像在抽。哦，我过敏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是过敏体质，不是？我是过敏体质。哦、嗯，好吞，咕噜一下。哦，这边很难上台。啊，奶奶自己吞口水哦，我们来吃一点饭好不好？今天买饭来都还没有吃到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准备的很辛苦了。给他一点点。今天比较晚到，我们可能就看下一个不知道他们准时来。看他如果来了，我们就下课，好不好？嗯。哇，奶奶，你看起来还不错吧？我还不错哦。点头了。那我们吃一点了啊！啊，很好，哎呀，怎么会这么棒？奶奶你怎么这么棒？然后今天的那个比上礼拜也还不错啊，比上上礼拜好很多。上礼拜看到饭，整个不想张开嘴巴，好的不对。嗯。头要不要把它绑住？哎，可以绑住的话最好。对，帮我把它 hold 住一下。你把它压好，这边压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奶奶再来了啊！啊，家里还有没有更小一点的汤匙？有，就是但是不是塑胶的，就是那个铁的了。这里面应该有铁吧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，啊、哦、用这个让他练习，就是让他用这个压舌头就很好，这个很适合压舌头，哦、好不好？好。好来，来啊！你刚刚的有没有吞？看看啊。哦，要吞了，现在才要吞了，现在才要咬。来啊，咬一咬，咬一咬。不太兴趣缺缺那个感觉。没有，它食物卡在上，卡在外面。卡在外面什么意思？它食物快要掉出来了，它没有吞啊，所以它食物都在嘴巴里面，所以它不敢张开，怕流出来。嗯，对。奶奶没关系，我帮你擦一擦好不好？